身上还有吃的吗？这就差不多了，有分了吃吧。洪队长，你们留着自己吃吧，还靠你们打鬼子呢。凑合吃点，前面的路可不轻松。 林子里还愁找吃的，我去。长官，鬼子应该不远，路上小心点。我知道。红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你家里爹上的命。 鬼子附近搜索呢，离这儿不远了。走，快走，师座。 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不说我也清楚。我虽然是行伍出身，瞧不上中统那帮人，但如果真像他们说的，我们内部有共党潜伏，那我们全师都暴露在共军的眼皮底下。师座有礼，但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洪子杰会是共产党。师座，那怎么？
才能证明给刘世飞看的。毕竟，洪子杰才跟你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凡事都存在个可能性啊。我会证明给他看的，去，给张建功打电话，让他到师部来。张团长，他来干什么？你想想，洪子杰一入伍就跟随张建功，还有谁比他更了解洪子杰的吗？ 我们不跑了，左右是个死，我们跟小鬼子拼了！你拿什么拼啊？团结两个拳，连个山羊的阻击都打不了。你们继续往前走，我缠住鬼子，拖延时间。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拿什么缠住鬼子拖延时间？老大，站快！我们在执行任务，别这么冲动，行不行？够了！既然都是为了我。 为了救我，死了两百多人，应该是我留下来。好，你们官子，我留下来。我们的任务是把你带回去。只要你没死，任务就没有结束。这些人才没有白死。 你记住他们就够了。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，死不难，但是现在要活着。执行命令，我留下来陪你。 我也留下来。你和老罗带着老秦，保护外头安全撤离。老大，执行命令。
拖延时间，怎么拖延时间呢？拿命去搏。你们特战队是不是一直有说谎的传统啊？那你还留下来？我得谢谢你让我留下来。你这么有个性，我拦不住。 归你。 放心吧，他们肯定会追上。
兄弟们，过了前面的槟榔山，就到了玉儿石的地界了。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回家了，队长。他们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回家吃碗红烧肉，不再带着队伍，烧死你们！队长，我们把爱德华接回来了，接回来红烧肉，兄弟俩，我请你吃红烧肉，省点钱，走，走，吃红烧肉，走。老大，这回家好像没那么容易，这悬崖也太深了啊！我们真是九九八十一难。爱德华，现在除非是你飞虎队的哥们儿驾着飞机来接你，不然这个家看来是回不去了。你赶紧叫，赶紧叫，就算是能联系到，也没有飞机给派过来的。洪队长，就是死了我也不愿回那个鬼地方去，我想回家。老罗准备绳子，我想办法到对岸把绳子固定住，你们牵引横渡荡过去。队长，我过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老罗，你怎么下去？你就算下去了，你能过去吗？这水这么急，是个人下去就没了。老大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，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飞行员还恐高啊？不，就是为了救我，我已经看到了太多人死了，我就不敢干。你还觉得荒可以过去吗？如果真的有人能过去，
那个人一定是他。哎，队长，坚持住，快点绳子！你快快快！In the war camp, the whole time I was pretending to be a British engineer. Japanese will come once in a while and try to verify my identity. They would show me and bring me some panels and construction drawings, make me work with them. My God, even though I have no idea about construction, but the good fortune was on my side. Those panels were all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irport.And being a pilot, I'm really familiar with construction and with the structures of airports, so I could get away with it. 爱德华，你说日本人正在老虎坡战俘营的位置修建一座军用机场？是的，故事讲，虽然我们所有的时间不知道日本人在做什么，但是呢，那些组织肯定是关于教造机战报道的。这个我能确认。老虎坡距离我们的驻地不足200里，如果这个机场一旦建成，将对我们整个盟军战线产生巨大的威胁。难怪这段时间日军一直采取收缩防守的攻势，现在看来的话，他们是在等待机场完工。爱德华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，应该引起盟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。哥，日本人的机场不是还在建设中吗？难道非要鬼子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，你才感觉到真正的威胁？罗宾少校，我希望这次你和盟军司令部不要再做出误判。爱德华可以死里逃生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未必就有这么幸运了。知道吗，顾师长？我能从地狱岛出来的，我非常感谢黄河大团队。我认为，他们这种团队已经超越了我们美军这种团队，我很敬佩。Dear, I think that Colonel Robin is a person who should truly thank Captain Hoon. If you will have not survived, he will get into a huge trouble, I'm afraid.顾师长，我会立即向盟军司令部汇报关于日本建造机场的事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要求飞虎队先发制人，摧毁日军的机场。
甘乌鹤，知道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死亡之路。嚯！当时我跟你说，我们全部已经弹尽粮绝，还以为啊，基本上这次任务就搁那儿了。哦。最后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是哥哥们身手好，要是你们，这基本上就挂那儿了。那是。能不能别每次找我的时候，不是给你看病，就是给你治伤啊？还打针呢？对呀。要不算了吧，伤的又不重。这是以防感染的针，必须得打。不打胳膊，转过去，皮带松开。啊！你啊什么啊？我针头还在手里呢，还没打呢。啊！啊！啊！好了，自己摁一会儿。这得挨一枪还难受。有本事别受伤啊！再说了，皮肉伤留到哪儿去？小姐，我筷子忘拿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干嘛去？我筷子没拿，我出去。不在那儿吗？把鱼拿回来。啊！谢谢。媳妇儿，闺女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次执行任务还救了美国人了。您放心，我这不踏踏实实回来了吗？哎，秦站长，哦，我来送东西的。啊，进来，没事，我们这老夫老妻的，说话不避人。这是美军最新研究的防弹衣，人手一个。这个能防子弹。听说老美的总统护卫队用的都是这个，一般子弹根本打不穿。是吗？哎，老婆，你看看，我们有防弹衣了，这以后完成任务的时候就不怕子弹了，你们就可以更放心了啊！我老婆，闺女，嚯，这闺女长得够俊的。孩子还这么小，你又不在，嫂子够苦的。他们娘俩要是活着，我闺女现在都该上学堂了。老罗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没事。好吃，跟以前一个味儿，能在这儿吃到家里的味道，好幸福啊。这呀，是我出门前老爷逼着我学的。他可惦记你了。来啊，小姐。你就是不想回去了？我没说不想回去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那……哎呀，他来我这儿治病，我给他打一针，很正常嘛。我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你们是打针。说实话。我还没想好什么时候走，还打针呢？你要再乱说，我打你啊！哎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这么优秀，你喜欢他哪儿啊？我觉得他配不上你。那你说说，我哪儿优秀了？你当然优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你小时候吧，你对我特别好，什么好吃的你都留给我。你看有一次老爷……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听明白了，谁给你吃的，谁就是好人呗。嚯，这一箱子都是罗宾给你的。咱们把爱德华救回来，可是给顾市长长脸了。看。
看他罗宾以后还敢不敢趾高气扬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上官和老罗有吗？啊，都有。老罗的防弹衣我给他送去了。老罗老婆孩子都没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哎呀，我说你之前那个个性，除了执行任务，谁愿意多跟你说几句话呀？没良心啊！那我还帮了你们呢。谢谢你。 小齐，真的要谢谢你协助我们完成任务。没什么，这都是师长的命令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在哪儿不都是大鬼子吗？现在任务完成了，如果你想回突击连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不是逗我呢吧？再说了，你们三个人的配置问题怎么解决？上官正在练枪。 上官练枪，他很努力。这么说，这个特战队是真不需要我了。不是我们不需要你，是我要知道你真实的想法，是否愿意真心的加入特战队。特战队的特殊性你是知道的，不能因为个人情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任何偏差。我不想因为命令，因为个人情感去绑架你。这个决定要你自己去做。 好做，我那一连的兄弟都盼着我回去呢。今年的新茶，留个纪念。哎呀，在一起时间这么长，这说走就走的，心里还有点舍不得。 其实我是一个挺重感情的人，离得那么近，我们会经常去看你的。那我就真走。 子杰，你忘恩负义，无情无义，你铁石心肠。改变决定了。我救过你。所以你改变决定了。这事儿不能你一任说了算，也许是老罗需要我呢。再说了，那上官的枪他练好了吗？看来你已经改变决定了。好，算我服了。我真心希望加入特战队。齐连成，欢迎你正式加入特战队。 那茶我也不喝了，师座。 十二道金牌把我招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大事？坐，两件事，先挑个闲事跟你说说。闲事？对，据洪子杰救回来那个美国飞行员爱德华说，日军正在老虎坡修建军用机场。军用？师座，军用机场可不能算是闲事儿，这鬼子扎在咱们喉咙里面的一根刺，趁他们离座位稳，我带着部队冲过去把这给扫平了。不行。 我们和日军已经形成了僵持状态，大部队谁先动手谁吃亏啊？那你不能眼睁睁等着鬼子飞机一个俯冲就到了你鼻子底下吧？我和罗宾少校已经商讨过了，盟军指挥部准备调用飞虎队，对日军机场实施轰炸。你们作为战略前沿，要给予大力协助啊！我说嘛，这个没问题。师座，这军用机场都算是闲事儿的话。 你要跟我说的这事儿，不是比天还大。我想跟你说说洪子杰。
眼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，是你把我灵魂唤醒，在一起患难与共，肝胆相印，用生命眷顾生命，用真情互动真情，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，笑看谁是英雄，黑夜里温暖感动，我们等待黎明。